好，再来看到大陆的游戏厂商游戏科学耗时7年打造的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在20号正式上线，也成为游戏圈的最大消息。小西天徒弟在此恭迎天命人。中国大陆一间游戏公司游戏科学开发以《西游记》为背景的游戏，才刚上线不到24小时，在线玩家竟然破220万人，创下历史第二高。我取到了，俺老孙啥功名不要，只求回到这花果山中了，过过逍遥日子。耗时7年的这款游戏叫做《黑神话：悟空》，共分为4个版本，价格从标准版人民币268元到实体收藏版人民币1998元。据了解，目前实体版都已经售完。而游戏中玩家扮演的天命人将踏上斩妖除魔的旅程。电玩中的场景因为取自大陆各地名胜古迹，立刻兴起了一股文旅热潮。杭州灵隐寺以及安岳名山寺都冲上热搜。除了山西，像四川的安岳名山寺、重庆的大足石刻，还有杭州的灵隐寺等标志性的景点也出现在了这款游戏当中。借着这股东风，北京、重庆、四川、安徽等多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借势展开了传播。有趣的是，其中一名直播主张大仙竟然玩 3D 玩到一半晕眩，网友笑称是玩悟空全球首吐。我已经开始流虚汗了，有点顶不住了啊，溜了溜了，兄弟们，晚点玩。这也间接显示出游戏的 3D 效果是相当逼真。据了解，目前悟空的总销量已经超过450万份，销售额高达15亿人民币。游戏场景更高度还原中式古建筑，尤其山西省取景地更多达27处。山西省也打铁趁热，将推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活动。记者刘子瑜综合报道。好，黑神话悟空的爆红连外国记者都关注到了。在昨天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就外媒问到大陆外交部会不会把这款游戏当成是中国的大事。我不了解电子游戏哈，但是感谢你让我关注到这款游戏。从名字看，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好，来看到日本东京都在21号晚间，因为突发性的暴雨来袭，导致东京地铁事故站在内的多个车站都出现了验票闸门以及月台周边被水淹的惨状。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